今天给大家看的一个是两居室的一个户型，然后我们一进门呢是在左手边啊是这个两居室的第一个卫生间，然后它是跟客厅还有次卧的同学一起享用的，然后呢这个是它的一个洗手台马桶，然后这边呢它有一个玻璃门的淋浴的一个设计，然后这边这个这个杆已经装好了，我们的浴巾呢还有自己的衣服可以搭在这边，然后在这边也是设计了一个充电的地方，我们的吹风机啊还有手机都可以在这边充电，然后我们这边呢是它的一个中部的洗衣烘干机，一般是只有新的公寓才会有这样的设计的，然后就不用去抢占洗衣房，也更干净卫生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，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房间是这个两居室的次卧，我们先走下来，然后次卧呢会有一个落地窗的设计，然后上面的窗帘也是已经安好的，然后在房间的这边是它一个巨大的衣橱，足够一个人放，然后下面可以摆我们的行李箱，上面可以放我们日常不太用的一些杂物，比如说换季的被子可以放在上面。我现在去看一下客厅。在客厅这边呢有一个衣橱，这个是给客厅室友使用的，所以住在客厅的同学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杂物没有地方储藏。这个呢是这个两居室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所有的设备都是新的，然后这个呢因为入住的人数一般是三个同学，所以它是有一个双开门的冰箱的一个设计，然后在冰箱的上面充分的利用空间，有很多的储物柜，然后这个冰箱这边是可以制冰，然后也可以有一个饮水的设计，然后这边都是储物柜，可以方便我们储纳所有的碟架碗啊，然后这边是它的电磁炉，贴心的有四个口的设计，然后微波炉这边是有一个抽油烟机，所以住在客厅的同学也不用担心油烟，然后这边还有它的洗碗机，来看一下这是它的洗碗机。然后我们这一片的空间，从这里一直到这里，大概有20平的一个面积，都是给客厅的室友一个人享用的。它有5面窗，所以它的采光非常好，从这边可以看到城市的景色。我们慢慢过来看一下主卧的面积究竟有多大。这个将近20多平的面积全部是主卧，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地窗，同时窗帘也已经是装好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拍摄的是一个样板间，就可以看到它放了一张床，以后一个灯、一个座椅，依旧还有这么大的空间。主卧还有客厅都会有一个这个温度调节的，所以我们到冬天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这个温度。现在站起来的话，大概还有这么大的一个位置。所以我们的行李箱都可以放在这边，然后所有的杂物都可以放在这边，大概有这么2平米，差不多这么大的空间。然后这边都是有灯的，所以如果你在里面摆放一些杂物也不用担心没有采光。然后这个呢就是主卧巨大的一个卫生间，自己就想的是淋浴还有浴缸的两种设计，然后就是方便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的洗澡方式。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洗手台，马桶也都是一个纯白的设计，非常的干净然后整洁。